其实蝴蝶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另外非常特殊的回忆，它是这样的一个曲子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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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红色的这一瓶，其实一看到它就觉得是 passion， 然后是 love。爱，还有是一种勇敢。我看到的时候是那种会很激动的感觉，里面的蝴蝶每一只都是火红火红的，在很奋力的往上飞，像从火中出来一样。我不知道，我就看着它像是从那种，说实话，我就像熔岩里面飞出来的感觉，很有感觉就是了。节日就快到了。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希望你们能够选到一份喜欢的礼物，然后送给你们很重要的人。